我很抱歉。但是你庄家蓝海，你确定要认输全部拱手交出去吗？当初我答应和你一起回来庄家，我就从来没想过你会放弃。在我的眼里，你和心妍是一样强大的人，我们不会让无辜的人陷入漩涡，也绝对不会轻易的放弃真相和寻找幕后的坏人。叶星辰，你不会把庄家让出去的，你不会相信谣言，不会放弃替父母寻找车祸真相的，对吗？妈的，星辰，我们回去庄家吧，我陪你。嗯，回来喊一些。嗯。嗯，无论什么困难，什么危险，我永远都会和你站一起。OK， 这个点的时候，我觉得应该是，无论什么困难，什么危险，你这个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你不他不刚才情绪很激动吗？没问题，把他的脸一捧，让他的脸捧着看着你，然后像孩子一样捧着他的脸，跟他说这句话。我永远会和你站在一起，是这句话的高点。是坚定的。然后他会很勇敢的往前迈过来，然后亲你。然后我觉得这个写的也很准确，很热烈的一个吻，热烈的吻之后，然后分开，然后说台词。生命里会遇到什么样的故事，我也从来都没有想过能拥有一份什么样的感情。我以为我不会再爱任何人了，但是沈曼宁，我真的很爱。我之前说过那些伤害过你的话全都是假的，沈曼妮，我爱你。我爱你。你能再睡一遍？我爱你。我还想听一遍。我真的很爱你。好 ，OK， 我知道了，大概 OK 了啊。关于最后我真的很爱你呢，删掉吧。嗯。啊，就因为情绪，我觉得往下掉了。前面之后的话我觉得都可以，就刚才你哭嘛，我觉得特别对，你看你心疼他的哭，你也在哭，你们俩都一起在哭，然后哭完之后的话，最后我都觉得不用吻了，前面一吻已经够了，直接拥抱，就紧紧的把对方抱住，我把戏剧放到你们手上就好了，好吧，然后一个群景就拉起来就好了啊。你给这个点要拉起来。嗯，我觉得挺好的啊。我刚才录了一个幕后花絮，录一个右脸的右脸好看。现在不录一个右脸的右脸好看。哈哈。